谢言，嗯，来吃根香蕉补充点 banana， 而且美容。香蕉美什么容啊？排毒呗。小宁，你咋知道我爱吃香蕉呢？我放哪儿？我特意给小妍准备的。啊，没事没事，我最近吃香蕉过敏。阿丽，你吃吧啊。王小宁啊，献殷勤哈，想拍马屁，结果拍马腿上了哈。吃还堵不住你嘴。小妍呐，你说你咋那么爱学习呢？一有空就看书哈。没有，我看着好玩呢，这是星座书，你别说还特有意思。你看，我刚好看到这儿，说天蝎座很适合和巨蟹座在一起，做夫妻最合适了。那小妍，你什么星座呀？我就是天蝎座。哎，太巧了，我叫巨蟹座呀。哎呀，巨蟹座的男人呐，稳当踏实，特别居家型的男人呐。孟明，嗯，你不金牛的吗？你可可能我阴历是巨蟹的。哎呀，哎哎，我处女座的。哎，处女座跟什么座最合适呢？我看一下啊。哎，这有啊，处女座追求完美，嗯，有较好的鉴赏力，嗯，最适合的星座配对是金牛座。嗯，小妍，你这书盗版的吧？太不准了。你自己看啊。还鉴赏力？你这阿丽有啥鉴赏力？你说她有杀伤力，我倒信。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星座这事儿吧，也没必要完全相信，它就是娱乐的一种方式。好了，不看了。我先去忙别的啊！不是小妍呐，嗯，那个你干什么去？要不我帮你拎点东西什么的。不用啊！不，我正好我去，你冷不冷啊，小妍？我是处女座，王小宁是金牛座。妈呀，这俩星座咋这么合呢？涛哥，哎。呀，阿丽，来，涛哥，啊，有个事儿麻烦你，你帮我翻一下这个古文呗。不，你这哪是古文呢？你这不是八字批八字吗？你帮我看。哎，这个八字是个男人的八字，男的。天哪，不，你太厉害了，这你能算出男女啊？光看男女那是医院的 B 超，我不单能看出来他是男女，我还知道他什么样人。你说说，这个人啊，应该是上中等的身材，浓眉大眼，鼻子口阔，穿一身青色的穿绸裤褂，鼻子上架着一副托里克斯金丝腿的墨光眼镜，在腰里斜插着一只长瞄镜面通天挡九把门加二十响满带烧蓝的大肚盒子枪。这人就是萧飞，帅萧。对，涛哥，我不是来听你说评书的啊，我主要是让你帮我看看我跟那个他那个八字合不合。这样，你要是算得好呢，我就听你说一段评书。说话算话。嗯。行，那我就看。哎呀，你们俩，你，不是这谁八字这是？王宁的。我，那个呢？我的你的啊。明白了，小宁这是此命生来志气高，上炕剪子下炕刀，见活一眼三分会，不用父母把心操，聪明，嗯，好命，好聪明的命，是吗？嗯，你看我那个我啥命呗？你的是，你这是命是女来心是男，家里家外都掌权，有时热血男儿汉，有时柔弱美娇娘，女中极品。那涛哥，你帮我们看看，那我们俩合不合呢？你们俩那就是小河流水哗啦啦流进大海，笑哈哈，这辈子永远不分家呀，不分家。哎，你们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鸳鸯，怎么都拆不散了，百年好合的命，特别合，是不是？没错。哇，哎，谢谢。哎，你干什么去？我抽空再听。别，说好听书，你要忙不耽误你忙，你听着就行了。我听着什么？消费啊！一辆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老七儿。
2K 红桃 K， 谁给我一会儿？王宁，呀，王小宁儿，又是你，噔噔噔！你看啊，我俩王四个二，五六七八九十勾圈，我们赢了，王小宁儿。丽啊，你俩是不是商量好了呀？这连续28，你俩一伙了，你俩干什么呢？怎么一伙就一伙呗？问题是20多把了，他们都是一伙，哪有这么巧？你们是不是在牌上做记号了？是不是？小杨，你千万别误会啊！这个我的内心其实是一直在跟你一起同甘共苦。那个子东，你给我2条，我要跟小杨一样一起吃饭。你公平一点行不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嗯。